放下遥控器，放心出门去，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，去享受汗水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现场，享受真实，享受美食，享受安全，享受风足，享受无拘无束，享受日常如常。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乐活防疫，健康生活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鳄鱼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吼，鳄鱼大亨的股市节目啦。做一个分析师啊，上基本的，咱爱怎讲？什么叫做风险？有的到有的股市啊吼，得去，伊是得去一挂消息面的，啊有的咧是得去基本面的，啊我请教，你是要去行钢索呢，还是要行一条康庄大道较好？我一再强调，咱脸科啊较务实一点，实实在在都有够啊啦，都像安尼吼，即阵啊伫流行的5G，只要体材哦，啊着司机，这个时阵。哎，老师就跟你讲啊，五 G 概念股，吼、哦，啊，只个咱加减莫做参考。老师啊，你讲啊，你这样的五 G 概念股，哇，一买只大买嘞，安尼啊，二三十支的股票拢有呢。对，我知。我来讲嘛，诉求基本面。你基本面把它套进去的话，你就知道答案。你要爱多一种的股票。马上就知道说就是安尼，咱去，咱讲过半年啦，咱甲评估讲，甲顶年的前半年比较，它的营收的增减变化，所以来甲推估讲今年它大概会赚多少钱，然后再来去推估它的合理的本益比是多少，然后咧。你看就讲看来看去咧，上尾一支在本益比上低，对不？10.7倍，啊，这是多一支金项店。结果鳄鱼老师个评比是3个 A， 3个 A 的平等，所以讲做你免惊，你就甲买就对。讲完咧，人去，都起袂出来啊！安尼36.4%，安尼唔是真好。有诶，投资朋友即马安尼吼，看着盘面在操作诶啦。看了今仔是讲生技展啦，我嘛知。啊，我一直甲你强调，生技水很深。有诶，看去尔都哇，一窝蜂安尼甲栽落去，甚至一寡老师啊在带头咧，伫做只生技股。迄未啊，搁了子公司，你讲就较早迄个枝芽，对不？加一支耗电，怎么上去，怎么下来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重点就是了子嘛，解盲无过啊咧，我50-60，坐落咧超过90%，今仔日过来一摆，过来一摆。看到讲哇，一大堆的生技股哇，又个涨停哦，大家带着钢盔又个往前冲。我就讲嘛，你若功夫底无够的吼，唔通对迄种伫走钢索啦，水很深啦，
迄话哦，选举拢到目前为止啊，逐年伫了钱啦，毋是恁所想安尼啦。股市介好赚哦，365行拢甲改股市即行啦，对无？你嘛讲要投资即种，你甲评估一下，评比一下，讲即间公司好啊歹，对无？那先决条件呢？爱对整个趋势的方向行，啊，一个趋势方向呢，简单呢。是从什么？从大盘去了解嘛，对不？你讲今仔日这个大盘有个过关斩将啊啦，哎，收盘讲12473啦，甲历史的高点12682，相差200点，你讲会过无？你猜会不会过？我二位老师跟你讲不用猜，一定过。一定过！我今仔日唔是来甲你放马后炮，自顶礼拜五就甲你提醒啊，修正过热现象并非走空。讲顶礼拜你若去甲放空的投资朋友，敢正经有趁钱？有趁钱嘛是算少啦，对不？啊，二位老师顶礼拜五甲你提示这个数字，上加来个12050，刷咧咧。这礼拜上加来到偌济12065，而老师就甲提醒讲，修正已近尾声，开始要起标啊，开始要行。来，我阁讲完，拜二开始啊，大起哦，大起200几点，过来，今仔日拜三，对无？拜三的情形。就是安尼，甲12682，搭相差209点啊！啊，我讲为什么一定会过？靠自己，一枝独秀。你甲想看卖哦，外资伫画台积电500，意义何在？他在告诉你什么答案？你知道吗？他在隐喻说。这个大盘爱去到倒位，13200点去啊！那以台积电一点贡献的大概是7.7大点啦。啊，若要去到500呢，后手还佫偌济通去？你安那个慢慢那个推算去，你就知影讲外资迄边的企图心何在。所以我来讲一定会过嘛。老师，啊，你讲啊，台积电是要叫我去买台积电吗？当然有更好的选择啊！那买台积电哦，你已经过时机啊啦！那讲起台积电哦，那讲10年前啦，咱来互相哦熟悉的时阵啦，我二位老师推荐的时阵60-70块啦，去到这来，拢已经38-39啦。你说呢？都涨了6倍，对不？相见恨晚年嘛，来，最主要，我讲比台积电更较好诶，就是在供应链，在厂商啦。即卖就是台积电的概念股，伫只还阁真热咧，非常诶热。而且，阿伟老师点名到诶，即个吼评比较好诶，它的涨幅绝对都超过台积电。来。你若讲伊二位老师用财报甲拖累去，哦，跟去年上半年度互相比拼，哦，来推估今年应该赚偌济，对不？然后呢，预估他的本益比甲评比落去安尼 A 级的以上诶，你甲看吼，台积电才起57%，从今年的最低，甲前几工仔收盘57%，你甲算看卖。来，金鼎147%，宏硕194%哈，这日阳132%，汉唐嘞73%，这他讲二位老师评比，这个起上少的，但是毕竟还佫比台积电57%佫较侪，对不？过来，金材229%。所以讲，伊二位老师安尼评比比台积电较好的这些股票，
咱甲看咧吼，平均涨幅105%以上，105%也等于告诉你，从今年的最低涨到近期的一个收盘，至少都涨1.5倍。所以我讲嘛，那要买台积电哦，已经过时机啊啦。只不过外资还搁咧苦苦买，为什么？因为台积电好啊，全世界拢知影啊。所以外资唔再甲评比讲，哎、欸，要起到500，上看500。但是不一定爱买台积电啦、啊。哦，你买台积电供应链遐股票，嘛是等于，哎、欸，你买台积电的意思差不多啊啦，对不？所以这投资咱稍微动动脑，会当赚够较济，何乐而不为？对不？所以啊，伫只大盘要冲12,682点这个情形呢，咱要拣什么股票好？或许你讲哦，台积电概念股都已经起遮多啊，安尼要搁买吼，淡淡，加减啦。讲一句实在，即马无可能讲拍落来到8,500，你买啊？就算讲有8,500，你买你嘛是惊惊。嘿，迄个看图说故事过来啊，哦，到8,500，下看7,000，下看6,000。用安尼画的，安尼你是当时才赚得到钱。你空在地板或者卖在地板价，啊，等你卖了了，开始大哭哭大气安尼，安尼哪会对？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若讲吼，伊二一老师最近介绍的股票，吼、哦、碰碰球的哦，来来来，昨有甲你出招，讲冲关的黑马一飞冲天，这支股票。底部起涨，当然我讲的吼是技术线型的底部起涨，并不是讲8,500迄个起涨点，你了解无？是技术线型修正了后咧，开始要阁起行的、這個，这东西来。啊，二一老师昨昏甲你推荐的都是几股票？恒大，恒大这支股票在20号。拜一的时阵，二一老师就跟你讲啊，底部起涨，底部起涨，恒大有无？这支恒大，人客，今仔日水涨停，要知安尼，早都在，早一步啊，对二一老师来买啊，是不是？就安尼讲完，恒大呢，连起三天，连起三天，34块的价差去啊，34块，是不是底部起涨？是不是跟7月20号二一老师给你提醒的时候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，连起三天，34块，等于一张股票赚34,000块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吧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咱连可说对财报先去观察，啥叫做 A 级以上的好股票，唔是轻轻猜猜哦哦白咩迄种诶，我要做最有把握的账，这就是做分析师最主要的职责所在，爱帮你规避风险。为虾米我来买甲你叫啊介绍一寡了钱公司遐生化股，迄真危险诶啦！迄坐落咧，若个跌停哦，唔是一记就煞啦，是要看它的起涨点在哪里，就要跌到那个位置去了。啊，怎么上去，怎么下来？投资者哪会动会掉？啊，台湾就是这种股票，所以讲我甲你提醒讲，爱细意，爱非常的细意。我宁可温习温习来，一支一支安尼来。从景德有无？7月20号，我嘛甲你讲，哎、欸，这个底部要起涨啊哦，人去涨，我甲你讲开始行哦，今仔日的。大家就要连续去啊，32块的价差，一张股票安尼32,000块啊，你若买10张咧，32万啊，三工，安尼唔只稳呢，咱都还阁去做钢索，你敢拼生死吗？无必要，
温习温习都够啊啦！来来来，赶快，这个大意嘛是，嘛是7月20号，鳄鱼老师在给你提，先讲底部起涨，开始要行哦。信不信由你。讲完安尼连续三天，连续三天7.7元的价差，一张股票安尼赚7700块。70-80块的股票，安尼会使袂？10%拢有啊吧？对不？所以讲，做股票不一定拢爱，一定爱去甲买了新公司啊，用安尼硬操作的，风险性爱控制一下。这就是哦，身为分析师啊，最主要的职责所在。我无希望讲投资朋友安尼输甲哦，靠北靠母的时阵。再来讲，哎呦，我为着过咧投资股票哦，哦，闹到家庭纠纷拢来。将心比心，我希望你好，趁到尾啊，讲哦，啊买楼买厝，对不？嘿，啊家庭和乐，啊，那不是正好的吗？但是先决条件，咱来照起工来啊，爱勤练基本功。何谓基本功？就是这公司。咱无法度讲啊，一间一间去甲观察讲，哎，啊，你出货有正常无？哦，啊，行去甲每一个卖场去甲了解讲，啊，你物件好卖无？啊，刷咧，搁甲评估讲，啊，你的利润好无？倒一个有迄个能耐啦，无法度嘛。但是咧，政府有规定咧，伊初十都爱公布上个月的营收报告哦。国外者爱国公布季报、半年报、年报，所以咱从过去的一些资料，哦，来去了解这个公司的稳定度、稳定度。啊，过去的大了钱的公司，会忽然间，哦，跟你讲外好都外好吗？无可能嘛！咱讲一句实在，就敢那囡仔伫学行路共款啦，一步一卡印，对不？要一时就不要行，要会飞，哪有可能？所以嘛，我伫建的股票，绝对就是爱有成长性的。伊一公布出来的财报，虽然有较落后无唔对，但是我所研究的，是从那些落后的一些数据，他公告出来的那些数据来推估未来，推估越未来，就像我伫讲吼。这个5G 概念股财报公布出来，大家都赶快啊，都要公告啊。但是为什么我评比的讲哦，这10.7倍本益比的，这支金像可以买，然后给他3个 A 的平等，为什么？啊，结果呢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这就是爱哦，有经验的人。在推估它的未来性 ，O 不 OK？ 唔是你默默是 O 不来，所以讲，咱甲停起来，哦，比方讲啊，已经过半年了嘛，那这些半年的资料，咱来甲评估讲有没有跟去年比较是属于衰退还是成长？这你敢知？这你唔知呀？啊，什么股票它的成长性最大，都是机会上好？你敢知？你嘛唔知啊！你默默受啊，啊就对人讲啊，有气啊，就赶紧去啊，哈去啊，去啊就哭啊，去啊，唔是安尼做法的啦，安尼赢不到钱啦，啊定定啦，哦，啊你搞什么内幕？我讲一句实在啦，迄人当牛啊啦，对不？迄困伫当署长边啊，他都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会知道？够贵嘞！是不是？唔是遐简单嘞吼！来来，你也看讲鳄鱼老师用我的吼基本功，了解讲什么公司较好，刷嘞当时开始起行，这都要搭配技术分析啊。从财报分析再加上技术分析入去，安尼怎样讲哦？倒一支股票要起行哦，要起行哦。昨我跟你讲一支无？科嘉要起行，要起行，人去。无涨停啦，
加收盘起10.5元啦，涨幅7.66%啦。对，用这个方式，敢有比你较差？我问你，敢有比你较差？但是我才问你啊，我知影讲什么公司 OK 啊，什么公司不行啊？我就是负责来给你规避这个风险，追逐我们所应得的利润。你若知影讲，听二位老师讲，哎，科佳未歹，对不？敲落去，敢无平盘卡给你买？有啊，啊，就看你敢唔敢。赚这个钱有简单无？是真简单呢。你若讲啊，伊二位老师这边的股票吼，无放平啦，嘛无甲人客失礼啦。你若对得来就好啊嘛。所以我明仔载就换这支啊咧，有财神加持的哦，啊，通通有奖的，对不？啊嘛是赶快啊，底部起涨的哦，要过关斩将的哦，要来攻城略地的哦，老兴趣的投资朋友。你个扫描这里都有啊嘛，都这简单呢，为什么你不做呢？然后呢，变大概哦，跟二一老师沟通，都拢是甲我等一大堆的问题，要叫二一老师甲你切晒。啊，老师，我一支股票套牢，我一支股票拢无赚钱，我安怎拄安怎拢讲遐，讲也奇怪。你第一卡步若对二一老师来打掉了，都免惊你手尾做红胎啊，你何必着搁处理遐问题呢？你若对我来，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啥？有钱不知道要怎麼开，对不？赚那多钱，接下来下一步是要买厝，还是要买地，还是要娶新妇，还是要创啥？你都搞不清楚說，说啊，我遐的钱要怎么办？你烦恼钱伤济啦。所以嘛，第一步最起码就要丢，你才能够感受那种赚钱的快乐。最起码无那个扫描这里，了解讲阿二老师明仔会去讲倒一支股票，对不？先知影一下，就像安尼今仔日这个科技安尼共款，是不是？就像今仔日这个恒大，你看你还无点，结果呢七早八早就涨停板，啊，前几天就甲你靠，甲你推潮啊，唔是我来甲你放马后炮啊，所以啊。人去对你来，对你谈多，哦，阿麦去计较乌白买，咱买买就是要有成长性的，爱实在性的，哦，啊，这种啊爱一波一开，对不？啊，若要赚偌济，分大家福气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稍微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新经济，大家一起来！全球抗疫的时代，我们帮您创造新的财富。振兴方案大放送，帮助您在股市中找到您的第一桶金。鼎业投顾超级专线02-5111-3366，51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新照顾，02-5111-3366。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5111-3366。这些长照2.0几乎都考虑到喽，除了失能身心障碍者，还有像未满65岁但是已经满55岁的原住民朋友，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，都是我们长照2.0的服务对象。
去啊，好好吧，即马当要冲关哦，是还未过历史的高点哦。你即马所看是安尼哦，过几日了后咧，就12682以上啊。安尼简单讲咧，即马就好来谈，还要等到12682以后再来谈哦。吼，人去有较巧的，你讲从二一老师昨昏伫讲的科家底部起涨，今仔日咧，吼，水果甲你拖咧拢去啊，对不？包括咧前几日咧甲你讲的恒大、景德、大益，即种底部起涨的，讲完，人去连起三天，连起三天，安尼连起三天，明仔载咧，就即支啊，同款底部起涨的，要来过关斩将、攻城略地的，这支股票要甲大放送，送予大家，对不？讲要赚，大家赚；要送，大家送。扫描 QR code， 还是咧电话卡入来，何宇老师马上传你来做阵，现买现涨停，恭喜发财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